第二讲 ,AndNot Xbar 软件安装与设置。这里我们将学习如何进行软件安装以及其中的注意事项。然后我们将学习如何通过对这个软件界面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偏好参数进行一些这个简单设置以便让这个软件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加好用。